神奇宝贝猜谜时间到啦！下列六只宝可梦中有两只出现在了本期影片当中。看完影片之后，如果你猜出了他们是谁，就把他们的名字写在留言里吧。另外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不要忘记点一下喜欢。如果你想看到更多最新的影片，请点击这里的订阅按钮，然后点击旁边的小闹铃标志，这样每当有新影片发布，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。快游戏玩家兄弟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ock， 今天我们再来精灵宝可梦的究极之月。现在我们的剧情进展到这个需要去椰蛋树岛了，我们需要用太阳之笛和月亮之笛来召唤露奈亚拉。现在我们手中已经有太阳之笛了，接下来在椰蛋树岛我们可以拿到月亮之笛。那么要去椰蛋树岛，我们看到要找茉莉队长，茉莉队长在这个地方。你好，茉莉队长，事情弄清楚了吗？嗯，哈普他成为了岛屿女王。哎呀，成为岛屿女王了呢，真是恭喜他了。那个，我们想去一个地方，去椰蛋树岛。椰蛋树岛啊，就是笛子所在的地方呢，大家都知道笛子在那啊。那这样的话，你们得找团长呢。团长，有人叫我了，团长来了。哦，这是团长啊，大嘴欧。你好，我是海洋居民之村的团长，你们说的我都听到了，我带你们去椰蛋树岛吧，太谢谢你了。嗯 ，Rock， 我相信你和列奥洛莎他们，我会等你们回来了。哦，对，我还忘了跟大家说了，我线下列奥洛莎进化出来了。刚才莉莉还提到列奥洛莎，我才想起来啊，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。那么在 Rock 努力去寻找笛子的期间，我来为莉莉画幅肖像画吧。哦，茉莉特别喜欢画画呀、啊。这个驴王的船就是我们要去的船了。好，我们漂洋过海来到了椰蛋树岛，不用说，这上面肯定好多椰蛋树喽。在哪呢？哦，那个笛子在最上面，我们需要到最高处去。哇，这就是月亮之笛，我们需要拿到这个笛子，然后有一条路通到上面去。先观察了一下地形，哇，椰蛋树，阿罗拉地形的椰蛋树脖子非常的长啊，喔喔喔喔喔，他们晃来晃去的，他们在干嘛？他们在欢迎我们呢。好，这就是椰蛋树岛。呼，终于到椰蛋树岛了，这里以前好像是考验的地方哦。怎么回事？那些家伙怎么闹哄哄的？我觉得也是，不过他们本来就是一群有着吵闹叫声的家伙，应该没问题吧。好嘞，你可以去加油了。好的，那么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烈妖露莎吧，就在这里，查看能力。耶、yeah, 我们终于得到烈妖露莎了，它是48级进化的啊，刚刚才进化，招式也都是比较好用的招式了，有龙爪、咬碎、挖洞和岩崩。嗯，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去拿笛子了。椰蛋树，你在干什么？椰子宝可梦椰蛋树的样子好像有点奇怪。嗯，有什么？有对战哦，我们要跟椰蛋树打哦。哦，对，是那个凯罗斯在椰蛋树的那个脑袋里面，所以椰蛋树在拼命想把这个凯罗斯给晃出来。来，我们帮他解决掉凯罗斯。凯罗斯，尝尝烈妖露莎的岩崩吧。我使出了岩崩，我咚，效果绝佳，倒下了，太棒了。烈妖露莎也可以独挡一面了。那其他两颗也是一样了。凯罗斯离开后，椰蛋树高兴地摇摆着脖子。那我们再去解救另外两只。哎，这还有一只。你好，它上面也是凯罗斯吗？嘎啾，这谁啊？看是不是也是凯罗斯？哦，果然又是他，凯罗斯扑过来了。哦，这次级别高了一级，43级了。凯罗斯有破格，那么还是老样子，岩崩。怎么样，还能不能秒杀？怎么样？哇、哦，提高了一级，果然要厉害一点呢。他畏缩了，没办法使出招式。那么我们再随便用一个龙爪，抓他一下。哦、咻 ，OK， 凯罗斯倒下了。对了，烈妖露莎这个亲密值满了之后，我们可以去学一招流星群，在那个宝可梦中心里面。暂时现在还学不了，我看它亲密值有多少了。哦，才只有三格，还得继续加油啊！好了，这只椰蛋树也非常高兴地摇晃着脑袋。那我们最后一只，你好椰蛋树，它的样子有点奇怪。哭啊！又是凯罗斯，哇哦，42级的，那么。岩崩能不能秒杀呢？来，我崩你一下。哎呀，差一点点。好吧，他没有畏缩，他用了十字剪。
哦，打我并不是很多，那么我就龙爪抓他一把。哦，砰 ！OK， 凯洛斯倒下了。好，叶大叔高兴地摇摆着脖子。哦，有什么情况吗？哎哎，他们在干什么？他在往前走，这个椰蛋树在往前走。嗯，什么意思？椰蛋树朝里面走去了。哦，椰蛋树朝这边走过来了，什么情况？我要跟他说说话吗？哦，作为谢礼，椰蛋树把 Rock 举了起来，他可以把我举上这个平台。哦，那我再下去的时候也还是找他呗。哦，果然我只要一走到这儿，他就把我给放下来了。原来他作为一个电梯在这儿啊，我们看这边有什么，一般会藏有点什么好东西的。果然有个球，捡上。活力碎片，耶，我们可以复活一次。然后上面好像还有东西，就在这个上面。哦，有一张贴纸，这张我要从上面过去了可能啊。然后这边还有个山洞，我们去看看有什么吧。山洞里啊啊，这不是一个山洞啊。我们再来拜托椰蛋树把我们弄上去。咻咻咻咻，好，又上来了。然后这边一看是需要这个肯泰罗的，肯泰罗召唤啊，地方狭小，我得在这边召唤。肯泰罗，来吧！好，把它撞碎。好，我们可以下来了。然后这边是有一个，哦，不对，还得撞一下。来来来，肯泰罗，我撞。然后有张贴纸，我们得到84张了。好，然后这边好像是没有什么东西了，那走，我们去拿笛子去了。这边也没什么，我来了，笛子，好轻松啊，直接就可以拿。古老的台座上放着一根笛子，要拿取笛子吗？那当然了，我得到了月亮之笛，耶，我们可以召唤露奈亚拉了，就完事了。光，出现了光，哎，哦，流星雨。天空中出现了流星雨，哇，非常漂亮，咻咻咻。好，我们回来了，完成，欢迎回来 Rock。 接下来就是要去波尼祭坛吹奏你获得的笛子了呢。波尼祭坛在大峡谷的最深处，宝可梦很喜欢你呢，这就证明你身上有着某种对训练家来说很重要的特质呢。嗯，这就是主角光环，大嘴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去波尼大峡谷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想起来一个事儿，就是那个什么，有个地方我们有猎友路杀之后可以获取一样东西，让我想想啊，是在乌拉乌拉岛的这个宝可梦中心吧，还是这个，应该是这个。嗯，这个宝可梦中心有一个人会给我们一样东西，我记得啊，我们去看看。好，就是这里面，我记得是找他们两个。哦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不是不是不是，那就是找他，对对对，究极调查队啊，以太基金会，抓到猎妖路杀了，好厉害，让我看看图鉴。果然如此，没头没脑的寻找是不行的，要让被伙伴呼唤而来的剑牙路杀进化才行。这个作为酬劳拿去吧，不用客气。是什么呢？20000金币，我直接给金币啊，我还以为给道具呢。好，那这个地方我们结束了，可以继续去波尼大峡谷了。飞着喷火龙。对了，这就是来教我们这个流星群的那个人，龙属性中最强的招式就是人称流星群的招式。想让你的宝可梦学习这个招式吗？是，但是我这里面只有猎妖路杀可以学。嗯，只有猎妖，哎，暴飞龙也能学啊。哇，暴飞龙跟我亲密度是满的。流星群这个是大招啊，130攻击力，但是呢它是特攻，我的暴飞龙是物攻比较强。嗯，使用之后自己的特攻会大幅降低，算了吧啊，我们不学了。现在龙系招式我们有这招龙爪是物攻的，还比较好，而且没有副作用，算了，不学了，再见了。然后这边这个老爷爷是教我们画龙点睛的，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裂空座学不了了啊，那以后我们有了裂空座可以找他来学画龙点睛。走了，来召唤一个肯泰罗，出发，我们要去波尼大峡谷。走着，在这边啊，不对，要绕一圈，在这边，我们到了。哦，骷髅队守住这儿了，有6个骷髅队的，
文 1v6 吗？我喜欢 1v6， 你们六个一起上吧。莉莉埃被拦住了，骷髅队的各位找我们有何贵干？当然是捣乱了，他们来了。你们这几个家伙我在以太那里听说了，说是你们要去打开究极之洞拯救我们的古兹玛老大。不过我要确认一下，你们能不能不辞累坏身子骨将古兹玛老大救出来。哦，他们是想要拜托我们去救古兹玛是吧？看来是。但是先要试炼我们一下，看看我们的能力够不够。那就来吧，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啊。来吧骷髅队，骷髅队手下前来挑战。哇，一个一个上啊，不用这么麻烦吧。阿伯蛇未免有点太弱了吧。利亚路莎上了，那么他只有哦，他也45级呢。那么挖洞效果绝佳，但是要第二回合。好挖，咚咚咚咚，消失了。他用了胃液没有击中，那你完了。挖洞，砰，效果绝佳。哦耶，阿伯蛇倒下了。来吧，是六个人都要打吗？你们的那份热心已经渗透到骨子里了。他跑了，他直接逃跑了。哦，这不是布尔美丽吗？我要集中我们所有的宝可梦来打倒你。为了我们老大古兹玛，我要拿出500%的实力。哇，这是1v5。哇，我喜欢1v5哎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啊，还是只有一个。哦，他有五个宝可梦，太好了。尾糖草，草系的，直接换人干掉他吧。好，巨鲸怪上。巨鲸怪出场吧。咚，哇，太猛了。甜甜香气，我的恒星之躯。很好，那么我决定用一招彗星拳来。哇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哇，秒杀。很好，干掉一只，才400多经验，有点太少了吧。赶紧来个强力一点的，戴卢比，戴卢比克制我们，他火系，我们是钢系，替换吧。上吧利亚路莎，然后他派出了戴卢比。还有火系，那么我们用烟崩。好，使出了，倒下吧戴卢比。 OK， 效果绝佳。第二只600多经验哦，利奥路莎升一级，49级了。拉达，他准备派出拉达，那继续战斗没问题，不怕他。来吧阿罗拉的拉达。那么没有特别好的招式啊，龙爪，没有特别好的就用龙爪，我抓你。好，再来一招就可以了。哇，他用了神圣冲撞，哇，撞我也很多。那么再龙爪，龙爪，倒下吧拉达，再见。 OK， 拉达倒下了。这次经验1000多，果然要多了不少。居射书销58级，大嘴蝠，他应该是最后一只了吧。哦，还有两只，继续战斗。他派出了大嘴蝠、飞行和毒，我们用岩崩是效果绝佳。来吧岩崩，直接命中，但是没死。他会用什么呢？他用出了吸血，那应该哦，不对呀、啊、哦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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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吸血不是草系的，我想错了。来，那我们用岩崩来，这下他完了，倒下吧大嘴蝠。哦，他可以最后一只了，1500的经验，很好。好坏星，最后一只是好坏星，那我们继续战斗。他派出了好坏星，毒系的，但是也有水系啊。呵，那么我先治疗一个吧。走，直接回满。他用什么呢？毒鸡，毒鸡应该对我效果不佳。好，打得很少，效果不好，那么该我们了。哎，挖洞效果绝佳，来吧。好，我躲开了，他会用什么呢？毒鸡没有命中，接下来就换我出招了。挖洞，耶，秒杀好坏星。好了，该布尔美丽出场了吧，手下都被我们打倒了，输了，但我还是要说古兹玛老大就拜托你们了，没问题，放心吧。你们这些笨蛋，他们都说要去救老大了，你们还去妨碍他们干嘛？布尔美丽看不下去了。但是布尔美丽，你不打算来打一下吗？哦，小喽啰们都走了。说起来我们之前多有得罪啊，
虽说是理事长委托给我们的工作，但毕竟即便现在向你道歉，你也不会原谅我们了呢。他们现在变成好人了，这个骷髅队的古兹玛他喜欢理事长呢。哦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！因为理事长是唯一一个承认他强大的大人呢。那个笨蛋虽然自己没意识到，但他很热爱阿罗拉，所以才会乱来一通，想要做点什么。这块毒属性的 Z 纯金要是能帮上你们的忙就好了。哦，我们得到了一块毒 Z。 嗯，谢谢你把 Z 纯金交给你，也是在互相帮助吗？说起来 Rock， 听说你曾直接从卡普明明那里拿过石头，你可要好好使用那个 Z 强力手环啊。有了宝可梦才会有宝可梦训练家，不要忘了这点，不然卡普的惩罚。不过你应该没问题的，那么我就回去了。哎，他没有告诉我们那个毒 Z 的招式啊，那个动作啊。骷髅队也有他们的苦衷呢， Rock 一直以来谢谢你了，我来帮你的宝可梦恢复活力吧。好的好的，好了，恢复了活力，我们要去祭坛了，波尼大峡谷。哇哦，这里面还有棵树。哎，那不是哈普屋吗？走过去了。你好哈普屋岛屿女王。嗯，莉莉安又来了。事情办得还顺利吗？那个虽然什么，他问的是笛子的事情吧，非常顺利啊，一路上都是 Rock 在帮助我。没事的莉莉埃，我爷爷曾说过，不管是人还是宝可梦都需要互相帮助，就像你们靠着自己的力量通过考验一样，我们也应该靠自己来解决这次的事情吗？我认为应该由学会了宝可梦对战的我们去解决奈克洛兹玛的事情。哦，我们要开始跟他对战了。他们说他们已经学会了宝可梦对战，要跟我们来比试一下了。来吧，那就他只有一只宝可梦，还是毒 baby 呗。嗯，他还是派了毒 baby， 这个我们并不怎么怕他。利奥露莎上吧，他是毒系的。那我们，哎，他漂不漂浮啊？哦，他不漂浮的，挖洞有效，效果绝佳，特防强化。哇，这就是他学会的对战技能啊。好，让你尝尝我的挖洞吧。Do baby， 我使出了挖洞，怎么样呢？哇，秒杀，好轻松，直接倒下了。这可是究极一收啊，我2000多的经验。怎么会？算了，你这身能激发宝可梦力量的本领真是厉害。阿罗拉人会通过让各自的宝可梦战斗来让大家其乐融融。你们好，我是岛屿女王哈普乌，你们是异兽世界的人吧？我们阿罗拉人从以前起就让宝可梦来协助我们，并和他们一同生活了。你们要是遇到了什么困难，我们也会尽力帮助你们的。他们的困难就是奈克洛兹玛呀。那么我们就承认自己的无能，直接说了，我们想拜托你们，当奈克洛兹玛袭击过来的时候，你们能替我们去和他战斗吗？我正有此意啊。我们最后肯定要跟奈克洛兹玛大战。那么大峡谷是通往祭坛的必经之路，里面还有正在修行的训练家，一路上可不轻松啊。莉莉安，你也要鼓起干劲啊！要是有什么事，我会骑重金玩马赶过来的。好的，你去忙吧，哈普。好的，哈普，我也会尽力帮助 Rock 的。大峡谷果然名副其实呢。这东西真神奇，是某种标记吗？哦，好像每一个这个考验的地方都有是吧 ？Rock， 那个这个给你，是什么？活力块，哇，这是好东西啊！这是我在以太乐园找到的，是活力块。对了，利奥路上我来帮你恢复活力吧，多谢多谢。走了，冲进去了。哇，一进来就有训练家呀，那我们就打一个吧，看看他们是什么实力。应该会有50级了，我觉得啊，这里面应该等级上来了。资深训练家元昊，还有2只宝可梦，大雨怪，第一只是大雨怪，超能力系。我们利奥路上有咬碎，所以完克他，他47级。好的，可以一战。咬碎，怎么样，能不能秒杀？应该不能啊，果然差一点点事儿。精神强念对我效果没有那么好。哇，没有要那没有那么好，还打这么多。哇哇，咬碎咬碎，先咬死他再说。我的天，这家伙这么强力啊。好，倒下吧。他准备派出诅咒娃娃，这个鬼系的，那我们继续战斗就行了，还是可以用咬碎的。但是呢，我怕他速度比我快，所以我先回一个吧，直接回满。 OK， 诅咒娃娃潜灵奇袭瞬间消失了。哇，那要是我速度快的话我就打不中他，
但是还是试一下了吧啊！咬碎，来试一下，完没有击中，他用了潜灵奇袭，哇、哦，打我不少哎，打我一半了差不多，我还是换个人吧，我觉得啊，鬼队一般没有效果，所以我们用卡比兽，卡比兽有咬碎，来吧卡比兽，好久没出场了 ，OK， 卡比兽登场了。还用潜灵奇袭，好的，对我没有效果的。而且卡比兽比他速度慢，应该是他出来之后我再出招，所以咬碎。果然他先出招了，对我没有效果，那你完了。卡比兽，咬他，耶、yeah! ！一招干掉了他。好样的，卡比兽，而且击中了要害，倒下了。好，那我线下把这个大峡谷里面的训练家打一下吧，打他们可能要比较花时间。那么下一期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到祭坛上去召唤露奈亚拉了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个精灵宝可梦究极之月系列的话，不要忘记在影片下面点一下喜欢，还有就是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